我是观光列车长的白新年三二七号彰化站的话的8:13首排的是167次的红斑马这条啊，167次。板板妹主攻吼，我的红斑马自强号准备最终运行关闭中。白新年3月27号，彰化站的话，关闭车门。3月27号，彰化站的话，8:14首排的是1684，167啊。关闭车门。好。167海上巡关。啊，三十四。我是刚换的车长，来白新年3月27号。彰化站，彰化站哦。啊，这边也要关门。8:15，我买的是1674。彰化站，喂，然后他这叫西部干线，还有潮州的编是1203104，旁边坐红斑马这条。哇，好赞的！我下面干嘛专门坐这种大车？红斑马自强号在彰化站18站左右，就刚叫他们吧。不是不是，对，外面看。啊？稍微看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骗你。拜拜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左右，这边。啊，今天是选这边了。167，拜拜哦，再见。再见。红斑马最强的即将在明天走入历史啊！如果你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个。8:16了。彰化站再见了。彰化发车，经由西部干线中南段开往潮州的1103104，左两边走的红斑马自强号。彰化站刚刚驶离。啊，如果你喜欢片跟马掌们，多多点我们到就好。欢迎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然后这种舒服的车，明天就真的要走入历史。有新的3000型体，那个服务继续服务大众。那这就拜拜。